主料银耳一朵，瘦肉50克，辅料姜盐水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瘦肉洗净切粒，将洗净拍扁，银耳清水泡10分钟，洗净去蒂撕碎，食材倒入电压力锅，加入适量清水，肉类模式加入适量食盐即可。烹饪技巧可以加入红枣枸杞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